开心可以看到这次我们想要照顾的流浪犬们，也希望可以帮助他们。其实还是要呼吁大家说，如果你不喜欢它，请你们不要伤害它们。你出一点点的小小的力量，可以帮助这些这么多很可爱的生命，然后就给他们一个比较好的环境。其实我常常会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多做一些什么。宠物其实就跟我们人一样，他们每一只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他们有自己的个性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响应帮忙这些浪浪的活动。其实看到现场的环境，真的觉得这些志工其实帮这边环境维护得非常干净，然后我也很替这些浪浪感到开心。那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响应这个浪浪照护计划，让我们一起帮助这些浪浪。然后就是一件 T 恤会捐出200块，我们一起帮助他们好吗？